陆港镇民代表会哦，十五号是下乡来到地方公墓新设立的四名分区，考察着工程的进度，希望让往生者有上界安详的长眠之地，对死者有寂寞宁静的空间通吊念，嘛，让陆港镇的殡葬服务品质会当搁再提升。为了满足民众的送诉求，罗岗镇公所伫咧第五公墓新设置罗安雅景生命园区，将殡葬设施朝向多元化、环保化方向发展。十五号早起，罗岗镇民代表会伫咧主席带领之下，前往现场视察，关心施工的状况甲进度。这年轻啦吼，这施工的情形，吼啊，今日啊，咱这代表吼，真正认真吼来监督啊，了解吼咱这个新起的这个电力片吼，啊，看即马进行较多，吼，啊，咱是即届啊是7000万来做这个电力片吼，啊，目前有四个吼来听，吼，啊，也搁要搁追加3000几万吼，要来吼。咱现场吼，要即个来一挂硬体的设施，安尼，吼啊，啊咱鹿港吼，即个，即个电鱼吼，做好较舒适的。鹿港一挂咱的居民同胞啦吼，因为咱拢会，若讲厝内许多人的长辈吼、亲戚吼，拢若来过新年，拢会走去彰化，啊彰化即摆拢客满吼，吼，大家拢爱伫遐等，啊嘛真正无方便，吼啊。即摆疫情，咱嘞吼拢比较紧急，所以讲啊，咱有间工作，咱即个代表来建议讲，吼，政府比较来建议，讲来增加咱的组织，因咱所在嘛有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就是讲，我只吼咱来啊规划啊，即个电影厅，吼，啊，阮即摆就是监督即个伊工程的进度，吼，啊，甲服务做啊上好，然后有咱啊各方的协助。代表会主席王恒辉表示，鹿港的电影厅敢若少少的几间，真侪乡亲敢来当走去彰化市，真无方便。目前生命园区大约已经完成70%左右，预计将伫今年完工，也来跳脱过去传统殡葬文化，予人惊吓去拜印象，环境当中充满着安宁庄严的气氛。在彰化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